我拥有这个世界上最好的职业。行走，身体和灵魂总要一个在路上。我不断的前行，就是为了捕捉生命中这些闪耀的瞬间。罗马正因为他对运动的坚持，发明了最纯粹的驾驶玩具。而我对创作的坚持，体验了最纯粹的美的感悟。这条路很长，我会和你一起走下去。